痛痛痛！哎呦，这么大反应，我下手不重啊！我很怕痛的，痛死了！喂，姐。原来刚才是撒娇啊！也不算是吧，我就说哪有那么疼嘛。回去后48小时内冰敷，如果还疼的话，记得用点活血化瘀的药，尽量不要走动，记住了吗？谢谢医生。我觉得吧，你男朋友虽然长得挺帅的，但是有点太不解风情和铁石心肠了。医生姐姐别胡说，他可不是铁石心肠。小姑娘还挺护短的，她根本就没有心。怎么还不回来？肯定是缴费去了。不会是走了吧？还是走不动。学奇迹，医生治得好。请问可以自己上车了吗？